近日，朱丹和家人带女儿现身北京机场。朱丹踩平底运动鞋，搭配条纹裙，小腹明显隆起，引发注意，看起来就像怀二胎了。她素颜带娃或家人陪同，只是不见老公周一围，应该是在忙着工作，无暇顾及妻女。朱丹的家人推着儿童车，小家伙扎着马尾辫，侧颜白嫩，脸蛋肉嘟嘟，非常可爱。朱丹和助理走在一旁，不时回头看女儿，母女俩温馨有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